就是按照年份，这个拉霸是年份嘛，所以按照年份它去做动画，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趋势到底怎么变的。对，这也是画图。啊，这边的话，这是 dash 画出来，那 dash 画出来的，它其实也是会有这些选单，然后你选了以后，它就会按照这些选单的 tag， 然后它去画就是相对应的图，这样子。对，就是你可以给你的这个图的使用者就是一些选择，然后他可以去画出来这样子。你可以不用画那么多张图，比如说我有十个选择哈，那我可以不用画十张图，我就给他一个，然后一个选单，他就跳十个，这样子。OK， 对，然后今天会做到这个，就是可是我有一些国码会掉，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美国也对不到，因为我没有把那个烂度没有把它弄好，对。比如说我今天是 COVID-19， 就是武汉肺炎，我在讲武汉肺炎，然后全世界武汉肺炎的 map，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要看台湾，然后它在时间序列上它的那个就是走势是怎么样，然后上面是确诊人数，下面是死亡人数，台湾只有七个人而已吧，七个人死亡而已，对，所以就非常表现非常优异，谢谢陈时中，对，然后比如说。你点到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像印度的话，印度就非常夸张，它现在已经超过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已经超400万迈进，对，对，然后死亡人数也是6万人，超过6万人，对，所以在一张图里面就可以获得这么多资讯，你点不一样的地方，它就会给你点不一样的资讯，对 ，OK， 那今天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然后这是。GitHub 他的，我的 GitHub 在这边，然后我也放在公屏上面，对。然后你可以用 Git clone， 然后加上这个，然后就把它下下来。如果你有 Git 的话，对，对，它下去它那个资料夹里面有 requirements.txt， 然后如果你有 pip 的话，你可以用 pip three install-r requirements.txt 把它装起来了。或是 Python 3-npm install-r-requirements.txt 把它装起来，对，我通常都是用这个，因为用 pip 3OK， 或者是你要用 virtual environment 的话，其实我下面也有连接，然后自己去看把它装起来。对，然后今天希望大家有知识，是第一个是有操作过 Jupyter Notebook， 或者是大家听过 Jupyter Notebook 是什么，然后你知道怎么操作，然后平常大家就是会用点 pandas 那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Python会用的语法，比如说就是行列完成啊，然后还有什么 for loop 啊那些简单的东西 ，OK。然后就是因为我希望科学家或者资料科学家都可以很简快、很简便使用，所以我们最低的门槛就是 HTML 跟 CSS 就这样而已。对我们这坦白讲，对不会写前端的人来说。这上面应该都 OK 的，对资料配合也 OK， 但是最不 OK 的是这两个，所以就请大家就稍微会一点点就好了。对，然后 Plugly 的话，它主要是它的就是它其实是一家公司叫 Plugly， 对，然后你可以点它的网页，对，然后它是 Python Live for Interactive Data Visualization， 它这家公司的话就是。他出了 Flutter 跟 Dash， 他 Flutter 主要是他主要的产品，那 Dash 是他就是 Web Based 的产品，对，那他也有，他主要他都是 Open Source， 所以超佛心。那你也可以就是买他的账号，他的账号的话就是你可以把图丢在他的空间上面，然后你可以让就是人都来看这样子，对，就是 share 的时候很方便，就是买账号嘛，对。然后免账的话，其实也有一点空间，但是不是很大。你可能塞了3张图，我好像塞了5张，然后就爆炸了。对，就是非洲人只能塞5张而已。对，然后欧洲人就可以塞一堆。对，但是你要付费。然后它主要是 ，Plugly 的话主要是有 JavaScript 在后面写，它是帮你写好 Plugly.js。
对，所以你可以Python的 user 就可以用纯 Python 的 code， 看起来纯 Python 的 code， 而且是 web based 的视觉化。对，好，那就是如果你点进去它网页看啊，所以它就会介绍，哎，这是有一些 library 可以看。然后我很建议大家就是无聊的时候去挖这个里面的东西，对，超建议。就是我点进去的话，对，就是我刚刚附的网页里面就有了，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图啊，那这边。他其实他翻译我的学的都很不错，对，就是我觉得写的超好，基本上只要看他就好了，今天就提到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对，我觉得写的超级好，哎，它上面都是就是动态的，超级好，国信公司。对啊，然后都，我觉得他翻译的这些写的蛮详细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是啊，对，那今天就开始第一个，就是实作可以吗？好，大家都下载下来了吗？好，那我看就这都不可能，然后。Jupyter Dev 的话，我记得好像还在多装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天就都不用 Jupyter Dev 是吧？都是 Jupyter Notebook， 这样可以吗？可以哦，可以吗？因为有人很喜欢 Lab， 我也其实也蛮喜欢的。先打开来。然后就是这下面有很多我有三个好，等一下我要先讲一下来生词，对，我先讲一下来生词。然后我们今天用到有一些是 Gargle 下来的data， 比如说像就是世界上的棒球联盟的 data， 然后还有铁达尼号，最知名的铁达尼号，然后还有 COVID-19 的 data， 然后这它都有版权，请不要用做商业用途。对，它是这些都是 CCBY 的那些，然后还有这个也是 CCBY 4.0， 对，然后我自己的 Jupyter Notebook， 拜托也不要用它商业用途这样子 ，OK 好。然后先开这个，就是 Introduction， 这个 Basketball Stats。对，好，这边其实几乎都一样啊。如果你在 Colab 上面跑的话，记得要先装 Pip， 对，记得要先装 Pip， 用 Pip 先装起来，对，因为那个上面没有，我记得有 Pandas， 但是发这里没有 ，OK。好，那这边我都是讲废话，对啊，一样嘛，就是发这一点 JS 一样。对，那这互动式的话就是，反正就是酷啦，来看到就是这就是酷啊，超酷的。对，那 install 的话，哎，你可以用 requirements 点 tsd 来装，就是 pip dash r requirements 点 tsd， 或者是你用 colab 的话是 pip 的，空打的话也是，对，空打 install quarterly， 对。啊，这个 Jupyter Notebook 上错错的话也要装，可是我记得好像没有，我忘了，等下看一下，我已经有了，所以我不知道。然后，就是 Jupyter Notebook 它就是 unlock 嘛，不然就是 shift 加 enter 嘛，就是 run 这样子。对，啊，前面第几行的话，其实就是party， 你如果在 online， 就是不是那种开网页的做法的话，要 online 的话，它其实。你可以用 Visual Notebook Mode， 然后你也可以用，就是 iPad 是等一下会讲一下，稍微讲一下它画图的方法。它主要两种画图的方法，我今天要介绍只有两种画图嘛，就是一个叫 Graph Object， 然后另外叫 Express，
这两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两个非常重要。对，这两个话术非常重要，因为 dash 的话也吃这两者 ，dash 只吃三种方法，所以我觉得其他方法都不要学，所以就是只要学这个 go 跟 express 就好了，其他方法都 dash 没有办法用。对，然后这个是哦，我把那个什么七。Cup links 把它 comment 掉，只是最后面有一个，然后你如果没有状态的话没有关系。对，然后 Cup links 的话它没有办法对到 party 的 4.9， 现在最新的话是 4.9， 那我 requirement 才能写 4.7， 因为 Cup links 没有办法用 4.9， 这就不好意思，大家用 4.9 是可以用 4.9， 一般 Cup links 很少用。然后 pandas 啊 numpy 啊，然后我想为什么要放 metaprocess OK。然后稍微调一下，就是输出的参数。对，那 Flutter 的话，它主要是有三种的 element 来构成。三种 element， 所以叫 data layout 跟 figure 这样子。那 data 的话就是它的那个画图的 function 的一个 list。对，那你可以是 scatter， 一个是 histogram bar 或者什么。那这些方选的话，就是喂 data 进去给他，就是你的 user data 喂进去给他就可以了。对，那一个 element 这个 data list 的一个 element 就叫一个 trace， 对，然后大家记住这个名词。对，啊 layout 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你图的有一些元件啊，比如说像 title 啊，比如画在上面的 title 啊，然后 sy 做的 title 啊，然后 sy 的 scale， 比如说你要 load 或是 linear 都可以，还有 legend。然后还有 slider 跟 filter， 这个之后会看到，这个好恐怖，对。然后最后面的 figure 这个的话，它就是把 data 的 layout 直接当它的参数传进去就可以了，对。然后如果要，它还有一些 high level 的，像 function 叫 update layout 跟 hs， 就是再多一个图，再多一个 histogram 或者再多一个 bar 这样子，再多一组 data。然后 update 要就是把它整得比较漂亮一点。对，然后我也看足球跑步。好，对，那这边讲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情。好，那我今天要做的是，就是我去审问一下，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对，我觉得这个 cargo 这个 data set 还不错，就是他就是2019球季到2019球季，对，就没有包括现在的那个泡泡联盟，对，就今年泡泡联盟没有啊，对，然后我把它抓下来，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点进去看，对，然后它是会有一些每个对每个 color， 它是 CSV 档，就是你 download data 以后，它 CSV 档，然后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对每一个 color 它的解释在下面。对，那如果大家对篮球有兴趣的话，应该会知道是什么。如果我讲错的话，请大家就是不吝指正。对，然后我已经把它放进 Git 里面。对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OK， 它会显示出每个联盟。哦，先那个 data frame 点 head 就是显示投笔，对，然后每个联盟，然后球技。然后它是季赛季后赛，然后说你这次我都把季赛跟季后赛加在一起，你可以自己把它挑掉。如果你自己要画的话，可以把季后赛挑掉，因为每个联盟的季后赛其实我们算球员的那个数据都不会算季后赛，所以以后可以自己挑掉。然后还有球员的名称，然后还有他每年上场的次数，然后上场总时数这样子，然后。一些有没有有三分球啊，投进要投三分，然后投进三分球，对，然后还有两分跟投进两分球这样东西，还有篮板啊之类的，然后还有身高体重，所以都有国籍，他是高中是念哪里的，对，然后我们通常会用 hand 看一下，然后 discover 也会看一下，然后看他的 minima 跟 maxima 那些嘛，对，当然那个身高体重是没办法统计。不是国籍是没办法统计的，他没什么秘密那些。对 ，OK， 好，画第一个话就是 pie chart， 那就是圆饼图。那圆饼图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画什么？我们今天要画是说，每一个联盟有多少个选手？对啊，这边 data 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回家看，如果自己对 Panda 是有兴趣，可以回家看。我这样帮大家准备好，没关系，不用理他，就是自己回家看。对，反正我就是把每一个就是，这个联盟，然后有几个选手，我全部把它做出来就对了。就是这个联盟有多少选手？350，就是这个是什么？那个 Latina League， 对，这是队伍吧？然后有多少选手？对，然后把是吗？是联盟吗？联盟，我把它画出来了，对，把它做出来了。然后 Party 的那个，我刚刚讲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叫做 Graph Object， 然后通常叫 Go，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 Express， 就是叫 PS， 对。那第一个做法的话，就是我先用 graph object 来做。那它的写法呢，有病图嘛，所以会有 label。那 label 的话，就是你是哪一个联盟的。那 number 就是你是哪一个 number， 就是你有几个球员嘛，这样子。OK， 所以我的 label 就是我是哪一个联盟，然后 to list 就是大家。偏大词汇的话，自己回家想勾派。然后 value 的话就是 numbers， 对，然后就勾派，就是我这就是原饼图，对。然后 layout 的话，这边我刚刚讲过 finger， 这个是 finger 吗？对，这个是 finger， 然后它要丢两个东西进去，它是两个参数，一个叫 data， 然后一个叫 layout， 对。那我就是把 data 的 layout 做出来，对，data 啊，它就是那个 function 的 list。那我今天只有一个 function， 我要 list。你也可以不写，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你也可以不写 list， 它吃没有关系，它都吃，对，它就把它丢进去就好。对，那 layout 的话，就是你要用词典的方法来写，对，就是 title 是什么什么，这是一种写词典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那个双引号，然后那个。冒号这样做嘛，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写词典的方法，对，然后就把它画出来，然后它，我刚刚不是有讲好几种方法，传统标准方法是用 Finger Show 来做出来，对，其实 Finger Show 就可以了，对，然后 iCloud 的话是刚那个 Party 提供另一个方法，你可以用 iCloud 的 Finger， 你可以画出来，好，这样就做出来了，对，然后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欧洲联盟。对，然后第二个是当欧洲杯，然后第三个是也是欧洲联盟，这是什么？啊，欧洲杯这是什么 ？FIFA Euro Cup，FIFA 的欧洲杯，然后欧洲联盟，然后第四个才是 NBA 这样子，对，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对每个 team 上面去扫一下这样子 ，OK， 这是第一种做法，叫graph objects 的画图的方法。OK 嘛，然后你其实可以多玩这个啊，比如说，我不想要看 BF 把它点掉，它就不见了。对，或者说我只要留 NB 呢，我觉得他应该做一个，就是把全部都点掉之后留 NB， 我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甚至动态你可以把它点掉。对，所以我只要留 NB， 然后就很辛苦把其他东西都点掉。对，其他很多哎，好不点了，太多联盟，十几个联盟 ，OK。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它右上角会有一个存档，这边有一个存档，存档 S P N G， 对，你可以用手动的存档，对，然后就会存这个图这样子，然后是 P N G 档 ，OK 吗？等下还会有放大缩小，我会带你看，还翘了。这边可以到这一步的人，可以请举手好吗？好，太好了，90%，没问题。follow 的过来，好。那第二个方法叫 Party Express， 那它这个方法的话，它就非常的快。然后你也可以不用用，就是等下会看到有一种，就是我们要画 histogram， 然后要把它 group 的时候，你必须要重复的去用。filter 把它滤出来才可以做。那 party express 的话就不用，你只要标明是哪一个 feature 是它的标签的话，你就可以做。对，
对，那你要标签的就是 Nets 这边，那一样就是好，我刚刚讲他的做法的话，就是第一个引述的话一定是你的 data frame， 然后第二个引述是你的那个 player， 就是你的有多少个球员，对，然后你 Nets 的话就是哪一种 data， 然后这边是联盟，对，然后你画 title 啊。然后这边有个很有趣的叫 hover data， 对，就 player， 哎，其实是 player， 就是总共有多少人数啊，对吧、啊？这边还没有很有效，我等一下会让你看更有效的做法，这样就是不是更有效率的做法，对 ，OK， 好，然后 show， 它做法是这样一样，然后它我有一个 update choice， 就是我把它。那个字都写在中间，所以它字写在胸花里面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 information 也是写在里面这样子，对。information 是 percent， OK， 这边可以吗？对，好。所以这是两种做法，对。那你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差别，下一个翻译就，对。然后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它有两种做法，一个做法是graph objects， 然后它是基本的在它可以画图的方式，对，然后你可以很详细的设定你的图，然后你也可以用多重的 data frame， 就是可以用很多个 data frame 进去做，其实 express 也可以做的，对，那 express 的话它就是很快就可以做完，对，然后它第一个它其实是 data frame 导向。所以你只要第一个参数放 data frame 里头，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参数你不用再详细写说这个是这个 data frame 的这个 contribute， 你就attribute， 你就不用这样仔细写，你就直接写它的那个就是 column 名就好，它就直接放进去。对，像刚说，刚那例子还不是很明显。好，再回来。好，人家画一手本就只是放图，然后我们其实哦，我是把每天都画纸放图，画纸放图，然后我这边都有附参考，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看那个拍照的话，你可以点进去看，对，你会看它一些那个参数在里面要怎么做。我记得我 express 也有附，哎呀，直接没附哎，我忘了，好，我回去以后再改。然后一组管理也有，然后就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看，对 ，reference 里面有，我都会顾 reference， 对，自己点进去看就好了。好，那一组管理的话也是一样，可是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比较说 NBA 跟欧洲联盟，它每一年，然后每一个球员他那个三分球的那个就是到底。多喜欢投三分，就是试图投三分，就 three point attempt， 试图投三分没进没关系，对，我比较这件事，这是 NBA 真的喜欢投三分，对啊 ，NBA 到底喜不喜欢投三分？然后把平格秀画出来，然后那个有些像这种明显看起来是城市的那个就是 take， 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试试看，就这样，好，我们看。对啊，就比较欧洲联盟跟 NBA， 欧洲联盟真的比较喜欢投三分，超喜欢投三分 ，NBA 超爱投三分。如果说你这样看不清楚，还可以把欧联把它遮掉。这边有一群，这个形状是这个会凸出来的，对。或者是说 ，OK， 那我今天看欧洲联盟，我不看 NBA， 对不对？这地方就是稍微。这边有一群人喜欢投这种某种量，可是后面就 decay， 后面就没有了，没有再像 NBA 按图出来，所以 NBA 的球员真的很喜欢投三分，真的，所以就了解 NBA 球员喜欢投三分。然后有一件事情是我有点困扰的，就是他 update choice， 就是比如说 update layout 以后，他会在，就是他会回传一个 figure 值。所以我这边会有两个，就有点困扰，所以我通常我做的话，我会把它接起来。
figure 在等于这样子，然后就只有一个这样，跟宿舍就只有一个，对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你突然也觉得一件事情很不寻常的是，他的那个宾位是好像不一样，对不对？宾位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去定他的宾位，对。他这边的话就是，这边强制他的宾位时都是我强制定的，对。那病时就是病这边，然后从零到六百分，对，六百次，一年投六百次三分球，对。然后 opacity 是他的透明度这样子，然后两个都强制给他，让他病一样，对。然后刚刚我有讲到一个参那个方群叫 update layout 嘛，对。那这边有一个叫 bar mode 叫 overlay， 对。那这个 overlay 的意思是就是它会重复叠上去，对。就是不是叠上去，就是它这个NBA 跟它是会那个NBA 跟它是会就是你这样子做它是。OK 的嘛，就是他基准点都是零，就对，他是从零开始画，对。然后这边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觉得说这个这边很近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那个雨花速点，然后就说有一点差别，然后给老板看，如果你给近带图看，给老板看的话，是看不出差别的。那个动态的话是有点差别，就这样。好。我回来讲 overlay， overlay 的话，它其实就是像这样叠起来。你如果把 overlay 去掉，把这个把它去掉的话，再画一次，它就变 group 了，它就像这种 group， 它就把它叠在旁边这样，对，所以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做法。这个 bubble 不要记得，这个 bubble， 对，然后 title text 啊，就是这上面的 title。然后 S title Y title 随 PA， 然后 count， 就这样。好，那就讲 express 哦。express 啊，超简单。这边 express 的话，就是你直接 div， 然后我，因为我这边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画那个不同联盟的比较嘛，对不对？然后这边其实都是 Pandas 在做的事情啊，其实不是。这前面都是 Pandas 在做的事情，嘿嘿，这前面都是 Pandas 在做的事情，就你可以全部丢进去，所以就四十几个联盟没有关系。我只想要画其中三个联盟，所以我用 Pandas 的取 index 的方法，然后强制取。其实跟 Flutter 没有关系，你就 Pandas， 就记得它是 Pandas 不是 Flutter。好，所以我就 database 这个。然后我的 X 是随 PA， 因为它是 histogram 嘛，就是 S 轴是随 PA， 然后 color 是 lineage，color 是联盟，所以它就会自动去抓联盟那一个的那个 feature， 然后把它填回来，然后它会把它弄成不同的 trace， 非常的快速，我超爱。对，然后这边透明度是 0.9， 然后 range 一样，就是把它并设好，对。然后这边有个 hover data， 我们就是讲 hover data。hover data 就是你去点它，你去滑鼠移到它上面的时候，你要给它什么资料显示出来？你的 tag 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要 player 跟 season 这样子，对，把它画出来这样子，可以吗？那可以吗？好像不行，这个 data 不行。好，那一样 layout 都一样，那个 layout 都一样，你可以用 update layout 来去做。对，然后一个 show， 对，它就是出来了，这就是三个联盟的比较。对，因为我这八末的话是 group， 对，刚预设的 group，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变成那个 overlay， 它就是叠起来的，叠起来，对。好，今天就是讲完了 histogram， 还有八叉就是把。对，那这边的话是要讲说，我们要比较一下说 ，NBA 跟欧洲联盟，我真的喜欢比三分球，我这应该说 NBA 很喜欢投三分球，对不对？每一年他的那个三分球到底投多少？
它应该会有每一年会不一样吧？就是从2009年到2019年应该会不一样吧？对啊，然后这边就是 Penalty 在做，给他做 Group， 对，然后这边一样，就是这边是八，然后 Name 是 NBA 啊 ，Go 的话就是你的那个 Name 要写清楚，对啊，然后 X Y 都要自己把它标好标满，对，就是你用 Data 来把它标好标满这样子，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两个八？一个是 NBA， 一个是欧盟，欧洲联盟，这样子，我分开来写，然后这边也是分开来把它取，对，它本来也是分开来 filter 过，然后再把它 layout 出来，然后 figure show 像这样子，对，欸，你就知道 NBA 其实越来越喜欢投三分，超爱投三分。那欧洲联盟会吗？因为你是并在一起嘛，所以把 NBA 遮掉，好像其实也会，但是没有趋势那么明显，对。就这样，好，那 Express 的话就这 Express 的话就真的超容易，你就看一下，对，然后我今天只要，我想一下哦，我今天做一个很奸诈的事情是，我把两个先挑出来，然后再把它合并，对吧？那就不要理它，反正就知道里面有两个就对了。然后你在写的时候，你只要写 S season 嘛，就是你下面哪一年到哪一年。然后 Y 的话是属于 PA， 然后 Color 是绿，对，然后它就会自动 group 把它分开，对，然后后面那条属于 PA， 对，啊，属于 PA 的话就是你投几次三分，然后属于 PA 是你进几次三分这样子，对，它就很快就会画出来了，所以 Express 真的。你写 code 超级快，一下就可以写完了。哦，它 scatter file 的话也一样，对啊，就可以自己。对啊 ，scatter file 的话，这边我是做那个嘛，就是，就是 field goal 的，就是两分球，应该是两分球吧？两分球喜欢投两分球，跟两分球得多少分的球员的比较，对。然后你就可以画出来，像这样子。然后是每一年每一个球员他喜欢，横轴是投几次两分球，然后纵轴是两分球几次进这样子。对，然后我去用这些 data 全部来做一个 fit， 做 linear fit， 就是 linear regression。对，然后就上当变，就表示说，你的表现可能很多会进嘛，下半部就是表现不好会进。对，然后我就看有一个人非常优秀，这个人就。LeBron James， 果然是，对，2017年到2018年 LeBron James 超强的，对他两个球都会进，对，然后看到这个人，其实啊、哦，其实 Kobe 没有想象中这么差，2009到2011年，他其实离平均差一点点而已啦、啊，他没有差到哪里去，对，那这就是我觉得 Interactive Plot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挖，你可以用 Tag 来挖更多的东西，对，你就知道说，那完全是果然是宰制联盟的第一人，对，在这边，然后你看很多点其实都是 Kevin Durant， 对吧？然后 Stephen Curry 啊，对吧 ？LeBron James， LeBron James， 不是 LeBron James， 然后 Durant 这样，下面的 James Harden 在下面，但是 Harden 会用他很久，可是 Harden 他不进，他还是可以罚球啊，对，好，他如果是 Scattering 的话，他就变简单 SY。然后卡勒，对，那卡勒的话就是他的，我这边的颜色是表示他上场时间，啊，就是越亮，表示上场时间越多，啊，越暗的表示上场时间越少，这样子，我觉得这还不错，对啊，万一有人很亮，然后是在就是都不太会进的话，在下面的话，这个人上场干嘛？通常不是啦，所以你看到卡勒不错，因为上面的人越亮，这样子。这边也可以做出来，你也可以画。我刚刚那个linear regression有画一条线上去，对。好，然后接下来是泡泡图，泡泡图也是一样。那我现在要做，我现在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泡泡图的大小，其实它跟刚刚的原点不是一样，它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function 嘛，就是 go scatter， 完全是一样的 function， 它 size 不一样而已。size
就是我用它的那个就是篮板球，对，我用篮板球来做，然后就是每一个队伍它的那个就是这是两分球，这是三分球都有中的哦，然后它的大小是篮板球这样子，然后画画看，对，然后里面画出来，然后我的 color 是我都分哦，我这边是用那个就是。我这边是有用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常不常用 Python 那个行列完成式，我是用 For Season 以 Seasons。这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skater 对不对？啊，为什么出来这么多 trace？ 哎，我是用那个 For Loop 然后把它完成，用行列完成式把它完成的。对，所以觉得有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小 tip 哦，大家可以学一下，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完成了很多，但是看起来只有一个方选而已。这样它写起来很漂亮，很开心，对，然后一样就可以画出来，对，然后你看到每一个队伍，然后在每一年它的效率都不太一样，对，有些人很喜欢投三分，是休斯顿，休斯顿很喜欢投三分，对，他篮球也没有很多，2018、2019的时候，对，那边超明显，对，好，那 dispatch 的话就是就很快，现在做出来了。对，这边，然后有一个小配博是你在写 size 的时候啊，就是大概估一下，然后这样，然后再处理一下啊。它其实 reference 里面有写哦，我等一下那个 exercise 会有，对，比较好的做法。box plot 的话就是你可以有一组数据，然后你要算它的那个25%、50%、75%那个东西，对。啊，这边也是写三种方法。好，我这边要做的是三年的那个比较，捏的数据比较。对，然后一样是三分球。对，这是2009、2011年跟2014、2015还有2018、2019。对啊。然后每一个点都是每一队的意思，这样子。你看到真的比越来越喜欢投三分球，每团队每年的三分球越来越多。然后平均值越来越多，中位数越来越多，对，对。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理工的，那个叫做休斯顿火箭队，真的非常可爱，投三分球，他已经就是理工到不行，对。然后 express 的话也是很快就平包，对啊 ，express 的话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刚刚这边每一个，我们都有给他不同的 color。对，就是每个 color， 每它不同的 color， 所以它每一个 bus plot 它有不同的颜色。可是如果 express 的话比较难设定，所以你就看它都是一样的颜色。哎，那你说，哎，如果我们换 color 是 season 的话，会怎么样？它其实会把它压缩，它就是它觉得说你应该 group 里面会有。别的是一整，所以他就把它压缩，所以其实，这个画法就不好看，对，然后做做看，然后最后一个是 Emap， 应该也是很常用的，然后我这边就直接就是每一个 NBA 的那个球员的那个，除了把这些没有明显的分数的东西都剃掉了，我拿上 correlation matrix 关联的矩阵，然后把它画出来画 heat map， 然后就直接像这样子，对，然后就可以看到，基本上这对角线其实因为它是自己对自己嘛，所以它就是一嘛，所以没差，对，然后当然三分球跟三分会进的那个关联性超大，就是你看三分球自己是超好的，它跟其他的就没。比如说像篮板那些都没有，对啊，rebounds就是rebounds是防守篮板嘛，就没有，对，就没有关系。然后这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对，然后ISO，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4.5版 ，Project 4.5版没有吧？它画出来不太好。对，4.9版可能会 OK， 但它没有标签。然后它用函数其实是不一样，叫 image show， image show。哦，这边是用 go heat，
Keyband， 对啊，我希望他 Express 可以出一个叫 Keyband。好，那今天大概就是基本讲法用完，然后如果是有一些，这个是补充啦，叫做 Cufflinks， 对，然后它是用那个，它其实结合 Pandas 的 data frame 跟 Flutter 的，所以它的用法其实是你的 data frame， 然后 iCloud， 然后 GPS 或 Y 是什么，然后这个 kind 的话是你要画哪一种图，然后 SY 是什么，比如说 scatter plot。然后你的 marker 这样子，对，你可以动吗？我都烂掉了，好慢哦，可以动，可以。对，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上面有一个工具盘，其实你可以玩它，你可以中一跟中二，然后还有 auto scale， 对，然后你可以去选一些点，比如像这样的选一些点，这样，等下会有用，等下会有用。对，然后还有存图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这 project 大概讲完，然后有一些 media tools， 我觉得这些都很不错，就是右参考里面的方法，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那这个第一个就讲完了，然后你可以，我有那个铁达尼号的这个 tutorial， 你可以不是那个 exercise 可以做一下，因为现在太晚了，所以我现在赶火车。对，你可以自己做，然后等一下我会留下来，然后大家可以跟着去做。对，还有问题可以问我。好，我现在讲 Dash。我现在赶火车。Dash。哦，还有另外一个叫……哦，这个你看，都是这介绍久远没有关系。这个你看这个，不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做过叫 SuperK 的实验，然后他现在有 Open Data， 对，然后这是他的网页，然后我刚刚说的是大水槽，然后有微中子在里面有反应，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 Ring 的光，就是圆锥的光，然后我们在水缸的周围全部放了很多光感测器，放了10000颗，对，然后一颗都50公分，这么大颗，直径怎么这么大颗，然后我们放10000颗。然后我主要是看有一个东西叫微中子，对，那微中子它会跟水反应，然后产生一个叫 muon 离子或者叫电子，对，然后看根据微中子种类它会不一样，对，然后它会有 open data 在这边，我会点进去看，快，大家要点进去，对，然后这边虽然是日文不好意思的，对，就是，嘿，看一下，这样我就凹滤取，给人家炫耀，对。对，我有奥利许攻击，我有点开心。对，然后你就是可以，就是我有写铝块是吧？对，因为铝块什么？然后这边是我把它那个 data 下载嘛。对，然后一样，这边的话我要画 3D 的那个 3D 的 scatter plot。那这边，我先把 data 全部准备好。然后这边 data 有好几种 event 的方法，一个是两个 read 的 pion， 不好意思 ，pion 是另外一种叫拍介质的东西，然后匹配成两个光子，那两个光子就会有两个圆锥这样子，然后一个电子，然后一个 read 的 muon 这样子，这边就是。然后 data 的话，基本上就是 table 的话，就是它那个就是。它光感测器的编号，然后还有时间，就是光什么时候进来，然后 charge 的话是它有多亮，因为我会转换成电讯号，所以就是 charge。对，然后 SYZ 的话就是那个光感测器它的位置 SYZ。对，然后这边就是画一下，然后这边的话我还有一个 drop down， 我要切换不同的 event。对，然后这边有点复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看那个我有附 tutorial 嘛，对 tutorial 的其实是另外一篇的 tutorial， 好，如果没有附过，对，大家可以看，只是秀一下。对，然后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
的事件叠在一起，就看到有就是太麻烦，然后就把它点开了，我就点一个。我其实我应该设预设值，可是我后来没有写好，对吧？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大缩小。啊，你看它有一个 read 在这边，有一个环，就是有一个微中子，然后反应变成 beam， 然后光打是投到光感测器，然后就觉得哇好漂亮哦，我以前有这么棒就好了，这肯定不是这么好了。然后换一个 event 像这样子，对，我看到这边打这边这样子，对，然后也可以去探究每一个时间跟它的定，非常漂亮，然后也可以画。动画，然后我动画画那个 3D 的好像不太行，所以我用 2D 的画面，就把它放在 SY 轴上。然后这边的设定超复杂，就是它每一帧都要那个，就是取代打出来。然后这是用 Go 做的，就是 GraphQL 做的，超复杂。对 ，GraphQL 做出来，超长。对，秀。好，那做出来的话，其实它下面就会有一个 play pause， 或者你可以用打八八。这每一帧我要先把这条滤出来，然后再做。然后都没有，也不会动。有出来，这边有东西跑出来，用光感测器感测到的东西，然后越来越扩大，这样子。对，越来越扩大，1200 nanosecond。啊，那边可能是10.59秒，对，然后到没有，好，我就直接 play， 就没了，从一开始 play， 哎，对，然后它就会动，对，现在都没有，没有东西都没有亮，它是瞬间亮的，好。那种做法，GraphQL 做法很时间长嘛，对不对？我不用，我只要用 Express 的话就超快，对。那就是大家的作业，去写一下啊。对啊，然后这个 S 的话就是一样的 S 嘛 ，Y 的话一样 Y。后结果我还是写 S 一样 S， 然后 Y 一样 Y。然后 animation frame 的话是我最后面有一个 group 的那个 time HNS， 然后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你要先 sort value， 你要根据这个时间来 sort 你的 data， 不然它会乱七八糟。对，这件事情要注意一下。然后 color 的话是 chart， 就这样就好了，一行就结束了，超快。一行就结束了，对 ，express 超级快，对，这样做完，好，把这个取掉 ，OK， 那 project 就这样结束 ，OK， 然后就换 dash 了，如果讲三天。那 Dash 的话，它其实就是你要做 Web Application， 就是网络的时候做的。那它其实就是 Flask， 然后 PartyJS 和 ReactJS。那其实你在前面你都看不到，只有看到开场 code 而已。对。那第一个的话是 Hello Dash， 那它你做的方法就是 Python Hello.py。然后就会有个 web browser 出来，对，那我就直接做了，谢谢。这是为什么？它在 dash 的资料夹下面，它在 dash 的资料夹下面，然后一下还有什么？然后还有什么？这样子，先打开试试看，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网址，啊，这是 localhost 嘛，127.1.1.1嘛，然后它的 port 8050，它预设的 port 是8050，对，啊，你也可以自己改，嘿，我等一下看 code 会跟你讲说要怎么改，
然后回到我的 web browser， 然后我就输入167.1.1.8.0.0或者8.0.0，好，就出现了 hello dash， 对，这样子，这是静态，全部静态的。然后看一下它的 code 好了，我这边用 item 应该 OK 吧？对啊，不好意思，它的 code 的话，哎，对，要怎么变大？应该怎么变大？A4 size。一开始的话就是 CSS file， 录这个大家会一点 CSS，HTML， CSS file 我先从来装，我都很懒惰，我直接从他的翻译那里装，我都自己不想弄。我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比我写比我好看。然后就是 CSS file 啊，当然 import dash 啦，然后 import dash call component HTML component， 然后 express 你要画图的，然后 pandas 这样子，对啊，根据你的需要。然后一开始的话是你要先给它，你要做 APP 嘛，所以就是 dash dot dash， 然后 name， 然后你把 CSS file 抓进来放进去就好了。对，那接下来的话是你的 layout， 它是用 APP 点 layout， 就是你 dash dash 的 layout 来做。那你的 layout 的话，它其实我们习惯上都会用 HTML 点 div 的。来把整个包起来，整个页面包起来。对，你大家有没有写过 HTML 的人可以举个手吗？一个，好，太好，我可以讲 HTML， 这大家应该都比我简单啊。好，所以我就很希望第一个先把全部包起来，全部包起来，然后再写它下面的元件。然后我们有一个 handle 吧，一个 handle HY， 然后它 children 的话就是它那个。就是最主要的那个 parameter， 那 H1 的话就是文字嘛。那一样后面 div 啊 ，div 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写字，所以就是出去直接让字放入图。然后 style 的话，就是 style 写或者是 HTML 写字的话，就知道 style 的话就是，你 CSS， 跟 HTML 要写 style 的那些，比如说像 text align 啊，在 center 啊，就是我要把它摆中间。然后我的 color 是这个，然后我的 font size 是这样子，然后它有一个那个要注意的点是 HTML 的话，它是用，比如说它是用 text， 然后 dash， 然后再 align， 那这边的话是要用 text， 然后大写的 A align 这样子，反正就是骆驼式的写法，对，那后面都一样，就这样，好，大家都学 HTML 太好了。就不用讲太多了，对，啊，做法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 component 在 dash 里面就是 HTML component 跟 core component， 那 HTML 的话就是一般的 HTML 语法，对，就是 H1 H2 啊 div 啊 b 啊 parameter 那些 THT 啊 TD 全都有，那 reference 的话在这边大家可以点进去看，我觉得它写的很详细，对。它写很详细，然后这边有栏位嘛，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对啊 ，BR 全部都一模一样，其实用法都差不多。对，那如果是你不太会 HTML 的话，你也可以点它有，我觉得它是超贴心，然后它有什么 Mozilla 那个 HTML 这些文件它也有，就点进去看就好了。对，超级贴心的，没错。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是 Core Component， 那它主要是用来做互动式的 User Interface，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刚刚的 Dropdown， 然后还有的拉霸，然后 Input Checkbox， 然后还有选时间，都是如果写前端你就知道，如果写的前端我那时候写这样过，我都快受不了，这样到底要怎么写？我不会，我真的写的超烂。对啊，然后他都帮你报好了，所以你也不需要太担心的，只是就是这叫科学家的福音。对，那可以点进去看，我觉得都这边都有写，比如说 dropdown 的话就是这样子，然后你 option 的话就是一个 label， 然后你的 label 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值是什么，对，因为传回值是什么，
是 label 跟那个装置 drop down， 恰恰是选单。你的 slider 是喇叭，我叫喇叭。对，然后还有选范围啊，选日期都是一样，这样子。还有 input， 就是打文字进去那种。因为它上面，我觉得它参考文件好的方式，它都是一条一条，就是可以直接玩，它效果就会直接出来。然后接下来是，对，然后还有其他待选，其实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像 data table bio 啊 ，DAQ canvas， 还有这个是什么 cytoscape， 然后它其实都有各种各用途。对，那我今天只会讲 DAQ， 其他都不会讲。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那 data table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样把它变成什么 filter 啊，然后还有什么排序，那都。排得很好的那一种的话，其实你设定还蛮麻烦的。如果是单纯秀的话 ，data table 其实还不错，设定蛮容易的，但是它就是可以做得到。好，那下一个范例的话就是 layout 点 py， 然后我就想带你看一下 layout 这地方。那一样就是 Python layout 点 py。那一样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个，然后 refresh 一下，那就变吧。因为我就设八零，对。那 layout 的话就是，我现在有 drop down 的这个，而且我可以选多个，然后那我就六图全部放进去，六图全部放进去，那不用我就把它当掉了。然后第二个是 radio， 就是只选一个的那一种，对。然后第三个是我画图。画这种线图，或者是画 scatter plot， 对，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去看它的 code， 这个，对，那它的话其实做法就是，比如说 DCC drop down， 是下拉式选单，然后 radio item 这样子，对，然后我把它包好。就是这两个要素用在一起，然后 graph 在这边嘛，这两个可以分开。我这个只有包单包，对，就这样 ，OK。然后对，单包，然后这是用 express 做的嘛 ，express line，express getter， 就这样，对。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叫 DCC graph， graph 就是 core component graph， 这个，然后它会接受两个函数，一个其实是三个啦，然后另外一个是 class， OK，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ID， 就我们等一下讲 callback 的时候，它会先辨识这个 ID， 这个 ID 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 figure， 就是它会吃我们刚刚的 go 跟 express 出来的东西， go 跟 express 出来的那个 figure。对，然后把它归到这里面就可以了。对，这样子。好，好，这个地方也结束了。现在赶火车。对，然后这是 layout 点，好吧？啊 ，style 的话其实可以自己看啊，就是这边，我都有附 reference 在这里。对，然后 style 跟 class name，class name 就是你 CSS 要。指定你要哪一个哪一个 component， 然后它的就是样式要怎么样这样，然后 reference WCSS core 啊，然后还有那个 Mozilla 的那个文件都可以看一下，对，然后 graph method 的话一样就是两种方法，就是要 graph object 跟 express， 还有经常玩叫 dash， 那 dash 就是自己原生的，我觉得 dash 不好用。先讲结论，我觉得 dash 不好用，然后我比较建议直接用 fuzzy 原本的两个就可以 ，graph object 跟 express。对啊，我的 code 在 scatter go 跟 scatter express 跟 scatter dash 里面，我先看这个好 dash， 你知道我，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不好用，你要自己去定义那些，对啊，然后它，我觉得它 dictionary 基本上这个用法，它的 parameter 其实都跟够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不舒服，对吧？对，然后他就回传一个叫 data，
的那个 list， 然后它的你要怎么写函数呢？就是 type 函数这样子，对，然后再把 figure， 然后 data layout 这样子做完，对，然后你的图就可以画出来了。那我画画看。哦，还有最后一个是，你如果要那个什么 port 要改的话，哎，这边没有写 port 改的通报。这样没写，我现在写错了，错了。code 要改的话，就是你出去的 code 要改，你就可以写直接在这个 run server 啊。所以这边最后面这个是 main 的地方要写 run server， 那就是写port， 对 port 800就可以了，应该是吧？我没有记错的话，get dash， 对，它是变八零零的。它变8000这样子，那一样就是GDP 到每个国家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大洋洲跟澳洲那个 tag 都出不来，澳洲都出不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就这样。那如果是换成，如果是看skater 的那个express 的话。或够的话，做法就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样我比较安心啊，我比较习惯，对啊。啊 ，express 的话也是一样，蛮快，一下就解决就做完，一行结束，然后把它丢到里面，这样子。好，那就做完了。OK， 好，现在讲，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叫 callbacks， 就是你常常要做，就是你输入一个东西。然后你要叫图画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 callback， 就是你要去一个，然后你再有反应，这样子。那它的做法呢，就是 dash 的做法呢，它是用一个 declarator 叫 app.callback，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 dash 点 dash 传回来的那个 object， 然后它有一个方法叫 callback， 那它这个东西其实是 declarator。然后你要把它放在你要用的那个function的当做 declarator 啊，就是你的那个 function 是作用的 callback function， 你要当做你的 callback function 的 declarator， 这样子。那它也有它的传入值，那它传入值主要有三种，一种叫 output， 一种叫 input， 一种叫 state。那 input 就是你什么东西改了，就是它有 trigger， 这个东西叫 input。那 output 就是它输出嘛，就是它那个 callback function 输出值，然后丢到那个 output 里面，指定的那个 component 里面。那 state 的话就是跟 input 的一起，就是它 trigger 了以后，那这个 state 去抓它的参数，一起丢到 callback function 里面，这样子。好像有点难解释，但是我们来直接看例子就比较容易了。对，啊，这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今天有一个输入的栏位，然后我有一个输出的那个就是 function 这样子，对。那我这边全部都是那个 component 嘛，那我有一个 input component 是DCC input， DCC input 它有一个 ID 叫 my input，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输出的嘛，是my output 这边。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对应到这个。input 就是上面的 input，output 的 my output 就是下面那个，我这个会挡到，反正就是这个对应到的是这个，那这个对应到的是这个 initial value 这个，对，那你知道我这 input 就要放这个东西有改变的话，所以就放 input ID 在这边，然后它什么地方会改变？当然是我 input 的什么 value 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它 property 不写 value 这样子。那这边 div 的话有什么东西会改变呢？
因为现在地文的话，它第一个语速都是丘卷嘛，所以就直接写丘卷这样，在这边丘卷，对。嘿，那这个都这个范例我是放在Jupyter Notebook 上，对，然后一个 Jupyter Notebook 叫不行，这边有个 Jupyter Notebook， 你点到 dash 的里面，然后有一个叫做 exercise basketball player state。对吧，然后一样，然后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 dash 可以不用放网页上面，直接放 Jupyter Notebook 上面吗？可以的，你只要 install 一个叫 Jupyter Dash 就可以了，所以叫 Jupyter Dash， 它就直接把它放 Jupyter Notebook 上面。对，然后刚刚的做法，然后刚刚的 ID， 然后请大家填这些，尤其是 exercise。对，那填完就知道说，哎，就是这样子，真的可以去做，做得到，这很简单吧？这个 ID 要填的，我就这个 ID 要填，那个根本就是泄题嘛，就是全部填完就结束了，对，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callback， 这是最基本的 callback， OK， 那还有复杂一点的 callback， 对，嘿。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说，是你可以去run这个 callback underbar fancy 点 py， 对，等然后就直接秀文字出来，他虽然是 container， 你看他直接秀文字，对，你可以试试看，对。他秋卷的意思就是说哪一个，他要丢到那个 component 那个引数，对，对。哦，这个 callback 的话也是，就是我这边选完以后，他没有在变嘛，我有三种方法，就是 line 啊、scatter 跟 bar， 我选完以后他没有变嘛，对不对？然后我按这个。按钮它才会变，不对，我没有换，换把，然后就变把，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value， 我这个 job down， 我的这下拉式选单变了以后，然后要按这个按钮才会变，所以我吃这个 call， 我 callback 会吃信号是哪一个？是那个按钮按的吗？是按到这个按钮，然后我才变这个图，对，所以我的写法呢？就会有一点趋近，刚刚会有一个 state 嘛，对不对？那我的写法就会变成，好，这样是刚刚的 layout， 这是 drop down， 就是下拉式选单，然后 ID 就是下拉式选单，然后这是 button， 然后 ID 是 button， 那 graph 的话是 output graph， ID 是 output graph， 然后我做一个做法是，我 output 的话是，我 output 是，output graph。Finger 就是它的图，出来它的图，然后我的 input 是 button 哦，然后按了几次，它的那个 parameter 是
它引数是 increase， 就是按一次、按两次、按三次，它有这个引数有变化，它就会按，它就会变，对。然后它还会去抓另外一个 state， 就是另外一个 input 进来，然后就叫 grab drop down， 它会去抓那个就是下次选单它的 value 是什么，然后一起丢进去那个 callback function 里面。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在想 callback function 哦。我现在在想 callback function， 我 callback function 画图嘛，对不对？我画图把它丢回去那个图里面嘛，对不对 ？OK， 那我画图的话，我要就是有一些指标给他嘛 ，task 给他。那我这个它其实就会有顺序，就是我第一个会写 input， 然后第二个会写 state， 这也可以是复数，input 可以一个，然后 state 可以多个啦，这可以复数 ，output 也可以多个。因为你的语态可以很多嘛 ，input trigger 只有一个这样子，这可以是复数 ，state 可以复数 ，output 也可以复数，对。然后我这个引数就是我的 callback function 的引数，要按照顺序从 input 开始，然后第一个 state， 第二个 state， 第三个 state， 第四个 state。所以我第一个 n trigger 会放在我的 callback function 的第一个引数，然后这个 value 就是我的那个 state 的第二个，所以我放在它的第二个引数。这个名称没有关系，反正它就会对应。它就会对应到，然后 return 的话，它也是，如果我有复数 return， 那我们 return 就要写一个 list 嘛，然后它会排好号，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如果我有复数的，不要画画，这样子。这就是 callback basic。这边有问题吗？我这边有点想笑话。对，好。有问题的话，我赶火车。对，没有啦，快一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点某个 data， 然后你想要，我想要点这个 data， 我想要画根据这个 data， 然后画不一样的话，那它有四种做法，一个叫 hover data、free data、stack data、layout data。那 hover 就是你滑鼠点在上面就对了。假设说我今天是一个那个点图 scatter plot 的话。那我滑鼠移到某个点上面，那就是指那个 data， 那个点就是 hover data。那如果可以 data， 就是我滑鼠去点那个点。对，那实验 data 跟语类 data 的话，就是，我刚有谈过，这边有那个嘛，这个套索 ，bus 实在跟一个套索嘛，对不对？你可以去套它，很难套。我点到两个东西，所以我的 data 其实就是这样的。对，那个叫实验 data。对，那我今天只有示范那个 create data 而已。对，然后我用的呢，就是对，那其实有这个是基本的那个 callback user， 大家可以乱乱看，那它就会显示出一样刚刚的方法乱乱看，然后 hover data 它就画四个点，然后你去。看一下 hover data、create data， 然后他就顺便把它里面写出来，这样给大家修看这样子。对，那我今天这个跳过好，大家可以回去看。我直接讲 COVID-19 的东西好了。OK， 那我底下还有一个资料夹叫 COVID-19 app，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一定要修一次。我直接我放在网上，所以其实还好。COVID-19 的 map 点 py 就是它主程式，然后它的话，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点到好了，我直接，因为我 deploy 到那个 Heroku 上面，所以大家直接看 Heroku 其实也可以。好，那我今天就是auto scale 把它调回来，没有auto scale reset。OK， 就是我今天有一个世界地图，然后我记录了，COVID-19 所有的那个严重程度。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它抓下来的时候，我美国的因为那个资料格式跟其他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画美国，就看看白白的，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国码，我可能就是也没有编到。好，比如说我今天要看 China 好了，那我只有光看这样子知道说，好，这边还有那个 confirm 跟 death。Confirm 是确诊，然后再次是死亡。对，好，我就是 China 好，我点一下，我想要看它的 type series。
我点了嘛，然后底下两个图，我就根据我的 click data， 我 click data 是 China， 然后就画它的那个根据时间，然后累积的死亡人数，啊不对，累积确诊人数跟累积死亡人数这样子，我就做出来了。对，然后这都是用 click data 或 hover data 做。那实际上的那个 code 在这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前面都是我在处理 data， 这边要清一下。对，然后你这个是我从 John Hopkins 的那个GitHub 上面抓下来的 ，John Hopkins 的 GitHub。那这边对 ，John Hopkins 说，然后他有那个 dashboard 嘛，就是大家都会点这个嘛，对不对？然后他有那个这个 COVID-19 data 里面，然后有一个 time series。就是它的时间序列，对，时间序列，然后一个 global 跟 US， 哎，他们两个格式不一样啊，所以我很难把，我懒惰，不好意思，请大家原谅我。对，然后这边就会有那个它的 CSV 版，对，然后横轴是时间，所以我很多东西都在处理这边，都在处理这边，然后它每天都会更新，啊，所以你很无聊，你就每天抓一次就对了。每天抓一次就一个画图，就觉得你可以自己写自动更新，然后每天就抓一次，对。然后 death 也有，就是确诊跟死亡，每天抓一次，然后就把它更新一次，然后就说我自己画出来，对，可以秀给人家看，就很开心。嗯，对，那一样做法的话，是我们直接看那个就是 layout， 那 radio item。那我要确诊还死亡，然后我的 graph 在这边，就是我的地图，然后还有另外我的那个时间序列的两个 graph 在这边，然后我要定它的 ID 嘛，对。那我第一个 callback 的话是确诊跟死亡的交换，就还 OK， 大家应该都 OK。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的那个。哦，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我画我的地图嘛，对不对？那我地图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要这边是画我的地图，那你去这有个画世界地图的方法，就 colorplacemap， 然后这有 reference， 我觉得他画得很棒。对，然后他吃的那个要记得他吃的国名是 ISO Alpha 3 ISO 3166什么忘了 Alpha 3就三码的国名。不是一般什么台湾哦，是 TWN， China 是 CHN， 是那一个三码的国名，然后丢进去 location， 然后 color 是就是我最近一天啦，对啊，到今天，然后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我要顺便写一个 up， 因为我要那个 click data， 那我要定义说我 click data 它捞出来是什么。所以我要定义有一个叫做 update trace， 那 update trace 是以前那个 update trace， 叫 custom data， 这个引数，然后我要去我这个原本这个 data frame， 我要捞出来什么？我要捞出来 country 的坐标，对 ，country 的 feature label， country 的 label， 我要捞出来 country 的 label， 这是要注意到的事情。对，那后面在，我这边是我 input click 吗？那我 input 这个是这个地方的话，是我那个 map 上我点那个东西 ，input 是我点到某一个国家，对，那我就会有 click data 的资料，然后我这只有一个点，所以就是零嘛，就是零，它就 points， 然后零，然后 custom data， 然后就可以把刚刚的 country 把它捞出来，对，所以它捞出来就会是 country， 对。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投机小事，因为我一个叫 country， 然后一个叫 alpha 3， alpha 3是国码，是三码那一个，然后 country 就是真的 country 那一个，就我 take 出来那一个，对。OK， 这个地方是要需要注意的，我觉得就是这可能这个地方我会漏讲，就是 custom data 的地方， custom data 就是非常注意。就是 hover data， 你要用 hover data 或 click data 或时间 data 来做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先定义你的 hover custom data， 你要先有 figure update trace， 然后 custom data 是哪一个
feature， 然后再捞出来你的 hover data custom data 这样子。OK， 那我刚第一个是国名，所以它捞出来就会 custom data 其实就是国名。OK， 然后我这个东西我有丢到 Heroku 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我有很多国家没有，比如说像缅甸都没有，对，缅甸没有 data。然后最后面讲一下，就是当时我没有 demo，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做科学实验，所以我们很多奇效监控。那我们有些奇效监控呢，它带的提供叫做 Flash DAQ， 然后它有一些比如说像 Color Pick 啊，或者是温度计啊，啊，或者是一些旋钮，然后去你可以去进入这样，然后去控制，然后你反正你拍张房子，拍张街景来，然后去控制某些机器，或者是监控某些机器。这个我觉得比较低估，算 monitor 吧。对，然后还有数位仪表。对，然后呢？如果你要定时更新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 DAQ 一定要连着这个讲。如果你要定时更新某一个图或者某一个 component 的话，有一个东西好像叫 DCC interval， DCC dot interval 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定义它的时间，然后你再写一个 callback function， 然后去更新这个 output 是我要更新的那个元件嘛？那 input 就是我的那个就是 live update， 然后就interval， 然后 output 就是这边做完，然后把它丢回去这样子。对，然后它会，你可以设定时间，它是可以每秒，每百万 millisecond 更新一次这样子。对，然后备份在这里。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 Dash APP 丢到 Heroku 上面。对，那有 reference， 那 reference 在这边，你可以，你有没有时间？真是垃圾机板。如果大家还在这边，就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那我的那个 demo 我直接放在就是这个网页上面，所以你其实你可以做完要丢到 Heroku 上面。你是免账 Heroku 的话，好像额度我忘了是多少，对，我忘了是多少。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因为我都会取名字嘛，我都会取 COVID-19 map.py， 然后记得丢到 Heroku 上面的时候，你要转成 app.py， 它只会抓这个名字。我刚刚试过，它只会抓这个名字而已。对。那其他 reference 的话，我都放在这边，对，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去玩一下 exercise 这样子，然后我还会在这边，对，就是大家不要玩这样。那今天还有问题吗？我讲太久了。我看 slide 上面有问题，那现场有没有问题？就开放了，对。如果都没有的话，像那个大型资料的话，是有四个本，所以这个适合处理这种大型资料吗？没有，我没有处理大型资料，大型资料自己处理。大型，如果像比如说 CSV， 假设它可能有几 G 的资料的话，那它还有没有办法去处理这种？我有试过很多点，超过大概7000点。那你有很慢，有适合这种？大型很多点的资料的快速软体，对，我要找到，不知道，可能要找一下发这个解决的方法。对，我有做过几千点以上，很慢。有办法让它加速，或者是怎样？没有，我这边不知道，对，可能可以问后面上面有没有。但是我自己做过很慢。好，那我的 Q 环节就到这边，那再请大家踊跃的掌声，谢谢。